就是在第一轮成绩最佳出色的 Victoria， 啊 Veronina， 也是全能型的选手，大型弹翻床以及迷你弹翻床表现都非常的优异。难度动作哦 ，Yes。我想我们从这样的画面应该很明显看得到，它的高度明显跟其他动作、其他选手的实施状况来说，高度高很多。对，相对它在整体的那个时间空间也比较足够，那在动作的完整性也会相对比较完整一些。对，因为有高度啊，所以你的动作呢就相对的比较容易施展，而且在落地非常的从容。是，两个动作的节奏当中也比较平稳。